让我们再次欢迎千寻。欢迎来到我们的华为 Nova 十一系列及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啊！首先跟我们所有的 Nova 新人们打一个招呼，千玺，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 Nova 代言人易烊千玺。一晃，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时隔近四年，千玺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线下发布会的现场，见到了在场这么多的 Nova 新人们，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特别。就是又熟悉又很有新鲜感，就很开心能够大家一起见证 Nova 新品的发布。没错哈，就像跟老朋友见面一样，彼此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次见面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新的感受。我知道平时你的工作也很忙，不忙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我平常也会关注一些比较前沿的资讯。资讯，比如说像科技或者说设计领域的，你会关注吗？有，我对设计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好，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道题啊。说到设计，千玺，这一次我们的 Nova 十一哈，全新的十一号色，就像您手里拿的这个哈，它是通过跨界的设计的手法，首次采用了一种把经典的元素和时尚的理念相结合的工艺设计，那么整个手机会看起来更时尚、更独特。问题来了，你知道这个工艺设计它叫做什么吗？它叫素皮压花工艺。对，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机上见到这样的工艺。哎，你说的没错，因为其实平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秀场上才能看到这种素皮压花的设计。你现在的体验，因为你手里拿着这个机器啊，你觉得 Nova 十一系列给你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初印象就是拿在手里很熟悉的感觉，很轻盈，还有它的这个星耀环的设计很精致也很漂亮，还有这一次这个主打的十一号色，就是很年轻，很有一股冲劲儿，它也是一个时尚搭配的单品。哎呀，说得太好了，时尚搭配的单品，确实是这样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 Nova 型人们都能够自信乐观，敢于展示自我，就像 Nova 十一系列一样，有实力，敢出色。而且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千玺其实在发布之前已经抢先体验到了我们的 Nova 十一的 Ultra。那么在现场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组样张，我们请千玺跟我们大家一块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来。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甜甜圈哈，现在正是吃下午茶的时间，看着这还挺饿的。这个不同光圈拍摄的甜甜圈，你觉得照片的感觉怎么样？它的景深的变化很清晰的能呈现出来，然后成像也很清晰，对食物的这些细节表现的也都很出色。哎，是，我知道其实你已经体验过了嘛，那你在用我们的 Nova 十一 Ultra 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后置的摄像单元给了你什么样的印象？后置它的镜头和拍摄效果都升级了，然后它的可变的光圈也都升级，它可以根据环境的光线自动调节到最佳的参数，每一次拍的时候就省去了很多拍摄之前准备的时间。没错哈，确实我们这一次 Nova 十一 Ultra 的后置可变光圈呢，它可以根据拍摄环境自动的调节，从 F1.4 到 F2.0 到 F4.0 都有不同的景深以及进光量的变化，会让拍摄更加的自由。是的，这个手机的摄像头也可以拍出这么专业的效果，的确很惊喜。没错，我们接下来和千玺一块来看下一组照片，特别可爱哈，因为今天正好也是兔年，所以是两张抓拍的可爱的小兔子，这个抓拍的时机特别好，我们看着它是平面的，感觉像这个 GIF 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千玺也在养宠物嘛，其实拍宠物是特别需要这个手机的这个反应的，对吧？对，因为它们很活泼很好动，所以每次拍的时候都是瞬间的定格，就对手机的快速的对焦有很大的考验。说得太对了，这个抓拍特别考验手机的影像功能。这次 Nova 十一 Ultra 呢，搭载了智能光圈，支持我们 QPD 的全像素精准对焦，而且配备了激光对焦，能够更好的抓住宠物的每一个瞬间。是的，我们在拍摄动图或者拍摄动物的时候，可以用 Nova 十一 Ultra 体验一下，捕捉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说得好，哎，今天刚才我们跟千玺聊了这么多，现场有这么多的 Nova 新人。我们就不妨请一位朋友代表大家和千玺互动一下，怎么样？但是我们得看一下应该跟哪边的朋友互动呢？好像这边好像声音大一些哦。
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千玺对我们 Nova 的支持哈。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我们要选一位，今天是 Nova 十一嘛，咱俩商量啊， Nova 十一，十一这个数字很重要，我们先锁定在十一看台。你们是十一看台吗？是这边吗？ OK， 十一看台看起来还排数蛮多的，那我们就试一试看十一排有没有，十一看台有没有十一排，十一排的十一号，这位朋友在哪里？是哪位？哦，这位女生啊，来，我们给您一个话筒，来，有请。千玺你好，我感觉你拍的照片都非常的有态度，然后也很有你自己的一些风格，所以想请问，就是怎样在镜头面前能够表现得更加自然？谢谢。哦，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多拍，然后尽可能的敢拍。你拍的越多，在镜头面前表现的越多，你就越知道该怎么样去自然熟练的展现自己。对，谢谢。谢谢，也谢谢您的提问哈。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您送上一份礼物。就像刚才千玺所说的，其实出色的照片背后有一颗敢拍的心，我们要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勇敢的展现自我。那么千玺，如果用两个词哈，请您来形容一下我们全新发布的 Nova 十一系列，你会用哪两个词？很出色，然后很敢拍。很出色，很敢拍，敢于尝试是不断突破的第一步。特别开心今天千玺来到现场跟我们共同的分享 Nova 十一系列的使用感受。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何总上台，与千玺一起开启我们本年度的影像大赛，有请何总。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自拍杆。好，谢谢，谢谢千玺的分享啊。那么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啊，用我们的镜头留住生活中的美好。那么2023年的华为影像大赛的人像组别已经开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我们的 Nova 十一系列来拍摄、来记录、来分享你的生活。是的，欢迎所有 Nova 型人们一起拿起 Nova 十一系列，尽情开拍，大胆展示生活态度，展现你们的独特的创意。好，千玺，那我想我们先给我们 Nova 新人打个样，我们一起来一个特别的大合影，好吗？好的。好，来，那我们拿上我们的自拍杆，哎，请，我们俩先自拍一张，来，好嘞。来，我们一起来喊三二一，来，三二一，好，好，然后我们再跟粉丝们来合个大合影，来这边，先来这边，好，好，先是那边，来，大家挥舞起你们的双手，摆出我们 Nova 型人特有的 pose。好，再换个角度，然后都，然后这边大家一起喊三二一，好不好？来，三二一。还有这边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哎，这边每个边都有一张，来，好嘞，好嘞，好，谢谢千玺啊，特别棒的合影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合影。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这个我们的在场的 Nova 型人以及这个千玺的粉丝，应该都在这个合影里边了，一个珍贵的记录。来，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就邀请我们所有朋友继续的支持我们 Nova， 支持千玺，好不好？谢谢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千玺。谢谢，谢谢，谢谢千玺，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何总。谢谢。